guys, it's Yomi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第二关，哦，我懂壁画了。啊，壁画，耶！啊，你开第二页。耶，哇！根据线索找到壁画，并用指定的拍照姿势与壁画进行合影。耶，我们到第二站了。哇，很帅很帅。还没找到。 在哪里？妈咪，摩斯。耶。OK。嗯，走路3分钟。OK，可以走啊。嗯，要吗？没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妈咪。 接下来你们将会设计杯面。会坐在你右边的人设计专属于他的杯面。咖喱拉沙，怎么样？谢谢。来展示一下，这个是我画给我妈妈的，诶，有点爆干。这个是一个女皇，耶。 小鸟，很多云呢，然后还有足球，玩足球。你看他的眼睛，看那个眼睛，尖掉了。讲一下，你画给狗狗的。嗯。你看，弟弟的也是眼睛涂掉了。很大力的，变鸟的。哇，转转转。哇，这是狗狗画给我的。我的。 每人各得一张纸，把纸折成4折。游戏开始后，每人在第一折画自己的头部，接着传给左边的人，让他为你画身体，以此类推，到脚，最终画将会完整的传回给自己工薪赏。我们这，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真的。 玩完4关了，然后现在要回去我们的住宿的地方去 check in， 然后完第5关。耶，我们到了，然后现在是要去拿那个卡。提示就是红屋完成后，主持人将提问几号格子。每人将得到一张30个格子的纸。 主持人会以正常速度不间断报出每个格子对应的东西，作答的人用简笔画来记忆。完了之后，主持人提问几号格子，答题人抢答，答对得分。可以把彩蛋。
在的。第二团，美人鱼。第十七题 ，conversion。十万。OK。三、二、一，雷蒙金鱼。错了。恭喜通关！耶！这个图片来的，这里是哪一个图片？哦，那鸡，那想发什么？快！然后，慢快！我们现在去吃晚餐。哇！我们到了，终于拍到我们了。然后这里的话是自助拿食物的。嗨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吃完晚餐，然后有可能几关两关这样子没有玩到，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去机场接的，不然已经没有时间，很晚了，所以现在就回去我们的住宿做完最后一关呀。Yeah.第八关，最后一关。根据线索寻找，哎，屋内的小惊喜。在这屋内藏着一个神秘的宝藏，请根据主持人提供的线索，即 hot 是接近， cold 是远，来寻找为你们准备的小惊喜。吃过饭。我明天要上场了，哦，你上场。因为我要找。很热，很热，就是很接近的意思。所以我刚才在这里录。哇，这个耶！我刚刚看到了，我以为是这里。哇！少了东西，要放发射进去里面。恭喜你！什么？找到了宝藏。不会撞到我一下。你跟你的脸不稳。啊 ，Thank you, Tammy。今天计划的全部都是佛的机器。对啊，今天整天玩的都是为了这个。是啊。给你的 present。哇 ，Thank you, Thank you。哇，很棒啊。So, 今天这个寻宝之旅就结束啦。See you guys next time. Much love.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bye.